好，欢迎回来。下面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呢，是由贵州百灵队的李哲六段对阵爱慕先生队的范廷钰三段这盘棋。现在我们这些年轻高手啊，年轻高手他们这个状态都很好，但是想不到呢，娃娃兵也非常厉害。是啊，这是又一个90后的棋手。对对，15岁左右。对，去年呢是新锐。新锐，就是对，因为我们围甲联赛不是到最后一轮下完之后都有几个奖项，有最佳主将奖，然后最佳新锐奖。这个范廷钰呢，去年就是最佳新锐奖的获得者。对，其实呢，今天现在我们要看的这一局的两位呢，李哲呢是大家对他寄予众望的一位棋手，他非常的独树一帜，他的棋。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而他的对手呢，范廷钰15岁，还有刚才曾经给大家介绍的李玉婷，是吧？以及还有好几位，还有很多，简直不可思议，真的，我是觉得陈莹啊，经常会这样感慨啊，就是其实我是14岁进棋校，15岁那会儿还没有参加比赛，我的这个15岁，40多年前跟人家现在怎么能比呢、啊？看棋吧。好。黑棋是谁呀、啊？黑棋是李哲是吧？对。啊，其实不用看黑白棋，待会儿我看招法就可以看出来哪一位是李哲。行，走这个。李哲的棋向来奔放。对。对，这个就不说了哈，这个要说时间就太长了。这个是一种去向。然后再走这个。哇，再走这个。是不是黑棋是李哲？黑棋是李哲。对。然后白棋贴，范廷钰很稳。对，范廷钰呢，其实今年啊，我觉得啊，他又要获得一个最佳什么奖了，是吧？因为他在主将的位置上呢，已经是6胜3负，总成绩是7胜3负，那就是有一盘是没有当主将。对，他在主将的这个位置上能6胜3负，我觉得很不容易。但是李哲连着两年，就是有一年是最佳主将。最佳主将，第二年呢，好像第二回那是成绩也是非常好，差一点点。对，就李哲是铁的主将啊，是吧？但今年他危险了。今年他危险。他主将的战绩我看了一下呢，跟小范好像赚了个，他是2胜6负。哇，对，主将战好像不乐观。李哲还这么年轻，后已经被，也就是说，被人家围追堵截了啊！前边有这个古力孔杰他们，后边这些小范小米就追上来了。这个中国这个棋界啊，这个形势确实是一片大好，职业棋界，确实是应该非常感谢金立手机杯围甲联赛啊。行啊，我们接着看吧。这么多的年轻棋手展露出来。对，长，这个长呢，其实本来不一定要长，但是这是李哲的风格，就不好多说什么，因为他志在中府。这个不长呢，其实白棋一般固然漂亮，等于是无有角加了一个飞，是不是啊？也这个形状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肯定大家都觉得这个对呀、啊、白棋这棋形肯定谁来的不满意。那这样撞了一下，是不是有的时候大家就判不断不清了？ 对，但是白棋它要掌握时间，不是黑棋走什么它立刻就搬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呢，黑棋现在长这个不是只此一手，但是李哲呢，他有可能有好多想法哈、啊。然后白棋其实对于这样的这边的通常形状是不是飞的啊？这种飞是比较稳的，对，飞是比较稳的，那暂时不走也是可以的。那么小范呢是加过来，他是宏观上对黑棋这两个字施加一定的影响力。我就看了下一手棋，然后我看着棋谱，然后就在笑啊，因为我就觉得李哲的棋永远都是这样的，对，就是。我没有把这个联系起来呢，我还没联系起来呢。对，志在中府嘛，志在中府。行，这个或者叫航天飞机，这个美国的航天飞机呢，现在飞完已经最后一趟啊，已经不用了。这个李哲的航天飞机正在飞，11，白棋12出头，对，比较实。黑棋13飞压，下在中间，这是可以的。白棋下一招，小范就跟着贴。对，有的时候就经常会觉得这个李哲这棋有点太飘了，都下在空中虚无缥缈的。现在我们大多的棋手呢就比较喜欢控，所有的棋子都下在什么3线啊4线，他这个都已经下在6线上去了。对他这个他的这个思想啊，非常的广大。李哲确实是这样。当然在围棋盘上呢，因为它确实就是一个世界，等于你光是广和大，你还是不够，你还要精和密
都是需要的。我觉得李哲呢还是这句话，就是叫尝试这种精神可嘉，他进行这些尝试的精神可嘉。嗯，下一步长，然后飞，飞。那么总的来说呢，是黑棋偏于实啊，白棋偏于实，黑棋呢偏于虚。对，我觉得黑棋的这个看起来啊，其实我曾经有一度我就很向往能把这棋下成这样，但是呢，我突然间发现这棋下成这样，我赢不着棋，所以我就不敢下成这样。那就在想，如果可以就下成这样多好。真的就看见李哲他真的敢把这些想法下在棋盘上。对，最重要是他经常还能赢棋。对，他是很厉害。好，白棋呢一步一个脚印，小范就是盯着他，慢慢的盯着他这些，不让他这个成为很宽大的势力嘛。这个跳也是可以，跳完了将来这个很大，所以我觉得黑棋是不是应该补这个？17、18，哇，黑棋19，对，这个很好，朦朦胧胧的，现在天上这个乌云逐渐逐渐在聚拢了，待会儿要下雨了哈，也有点意思了哈。这个是一幅这个写意的山水画。好，这个那是不是这个应该要一点白？白棋嘛，我刚才说了是这一带很大，很想进来，但是他真的就进来了。小范是这个吗？是哦，是这个，他要还一个二尖高挂。对，这个是很大。我还以为他要在这边怎么飘一个，也是可以。现在这个棋确实，哎呀，我觉得棋呢还是应该有这样的棋局。这样的棋局如果要形容呢，如果说别的棋局的结构，有些招法的选点呢相对有依据，相对要靠着航标灯的指引前进。像这个局面呢。这个我的夸张就是现在这个是磁铁的棋，拿起来往盘上一扔，粘到那儿就算了，好像有这个意思。你把这带要下，拿起棋子来一飘哈，很好，21，远远的挂一个黑棋，当然飞起来，白棋22，暂时不走了，把它划开，这也是对的。黑棋23，这道棋究竟是因为它。陈英他这个两个大飞，王源老师讲过、这个、是鱼形，两个大飞是鱼形，展翅双飞啊。但是在脚上呢，这个星月这个位置差一点。对啊，如果被人家三三一点的话，这个很尴尬的。这里头是可以活的，而且活的还比较从容啊，所以不能走这个，不能走这个，只好走这个。对，白棋下一招拆，小米下得很晚。那么黑棋扎兵，小范啊，小范不是小米，小范。那么小李扎兵，对，这个小李扎兵盯着这个拆二，白棋下一招，哟，哦，从这边飘，飘。现在白棋的行棋啊，陈莹，你说白棋的行棋要依据一个什么来，来下？他从什么出发来下？扎实。一定要把自己的都下得扎实了、我觉得他这些都是画浮云。陈英，你这个就很好，你的思路就好了、嗯、你的出发点有了。对，我尽量就是不失准，你说不能说我扎实这样扎实，是不是？对，他就是说尽量使我的棋啊棋子呢比较扎实，有一定的目数，有一定的眼位、这样呢它飘在空中的乌云啊可能就没有好大的作用。对，如果你莫名其妙出现一个目标，被人家一煽呼一赶，那么他这些地方可能变成外事。所以我觉得朦朦胧胧这个方向是对的，你这样考虑就对了。希望我们的棋友也这样考虑，就是你审时度势，看见全局的形势，它的特点是什么？啊，先把自己的这个方向先判断了，然后具体的招法可以推敲。可以推敲，对对。那这个地方黑棋总得跑吧？对，黑棋来了。飞出来吗？这个。啊，这个这个感觉好啊，这个我又不懂。这个棋仍然属于浮云状态。这个棋难道他这个子能弃吗？那如果我就搬，他就要借力而行嘛。这个棋如果频繁的下呢，陈英，当然你说飞一个行不行呢？飞呢是可以，但被他这个妖惹一多有点难受啊。可是难受归难受，你下成这样之后，哎呦，我刚才下错了，那我就顶个。我这个顶呢又是俗手，被人家一藏起来，你看。然后我再顶。对，这个俗手，这个显然不行，效率太低了。所以哎呀，我就在后悔这个棋啊，我刚才应该先站稳脚跟，你不理呢，我滑进去。哦，等您尖的时候。尖的时候我再走别的，比方说，
扎一下扳一下，你看啊，这个就画个示意图啊，扎再扳，你要打再跳方，有这个叫吃揣的，我这不是有点眼位吗？这个显然是可以下的，是吧？对，围棋是很有意思的，你这样下可以下，但如果哪一个高手说这个棋只能这样下，没有别的下法，那这棋又斩了。为什么呢？我们看他就说我下这个，哎呀，我这基本功不好啊，跟人家走在这儿我特难受啊，我不走了行吗？不走了，我不走了，你吃啊。当白棋一心一意要来吃的时候，发现两边尖都是鱼形，你看你比方，哎呦，我尖要吃你了，他又飘这个。哎，你说我打上他就搬这个吃吧，其实您也没吃多大吃了半天发现这吃了什么，然后再一糊也没吃多大，没吃到东西，因为跟这个地方的结构有关系。那么这地方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下围棋啊，真的它非常，由于它非常广大，很多很多的道理呢它会因变而变。刚才确实下了一招棋不太好，但是永远你有修正错误的机会。你看这地方不是很奇妙吗？我走这个，假如你走这个，我就不理了。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免得你待会儿又火了，你把我吃在这儿，或者待会儿你急了走在这儿，然后你这样把我吃了，我受不了。所以我这个交换呢，我还让你吃得更小了，我认为我便宜了。你说你跟他抬杠怎么抬？他说我便宜了，很有意思啊。对。我觉得我们欣赏棋局，或者是大家有学习围棋的人，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去看。这样这个棋盘棋子全是活的，是一个跳跃的世界，就是深意盎然的世界，哎，很美。行，我们再看他们的啊，这个感觉上呢是有点过，因为人家子太多了，你一下就给人家贴近了一扭杀啊，是有点过。但是这是李哲的一种探索精神，他一定要借上力来走，探寻一下这个里边到底还有什么。对，他扭断。对，扭断当然人家叫吃，这个显然是。通常啊，对于这个说是扭十字长一方，这是格言。对对对，单胜一方长。对啊，而且这么多打，同情不打。哎，你这个问题也提得好，这个棋形可以我们大家作为一个典型棋例，基本上可以作为教条记住。第一，单胜一方长。对。那么首先看这两个长，你长这个，发现被他便宜了，他又吃这个又吃这个，是不是啊？就被他腾挪了嘛，这地方小。对，那如果长那边呢？那么如果你长这个，这个也是个下子。长这个呢，我估计李哲也许就不走了，他放在这儿不走了，因为他待会儿有这个穿过来，说不定给你摸到这儿来了啊，这一类的。但是只要是这个大飞的形状，旁边有一个子可以帮忙的时候呢，你选择一个叫吃在顺便焊接的形。一般来说是对的，像这个棋你就不要吃这个，对，吃这个长，待会儿这一下是这一脚是这一焊接，这是个鱼形，受不了。所以你是我想接这个，但是我要求一个步调，我就吃这个，再顺便把它接上，再粘上。就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节奏，然后把这个棋力可以记住。那我想黑棋可能会打了再打，黑棋八对。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以为是打了再打。打哪一个？现在你打哪一个？这个冲不行。然后我粘上。那不行，他、哦、拐，对他拐，我就打不着了。这个不行。这个腾挪刚才第一感就觉得黑棋比较累，但是这是李哲的一个探索。35，他是应手白棋36，绝将藏出来也是好棋。那他这个就可以怎么加住了？没有，白棋你已经可以吃这个了。吃这个，他就搬这个、那搬一下，对，然后贴吗？那你贴吃的很大，可以，然后再搂打，哎，你一提再一吃或者是再一长，它这样不是在外边这个子力就多起来了吗？待会儿再一挥师北上，再攻击这个拆二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一团啊，哇，简直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呀、啊！啊，这个李哲的如意算盘是这个，那么这个小范。一定要把这头探出去，下一步连骨头带肉这两个字已经吃掉了，但是他估计还不会这样吃，这个也很大。当然这一边呢，黑棋他就有一个东西了，他挡，好、哎、跳，他居然不是跳这个，对，他跳上边的，很奇特，李哲是跳这个的，你也跑不掉啊，跑不掉吗？这个你也跑不掉，行，就算补了。这样一来呢，
黑棋还是算又出头了，同时对这两个字有威胁。你说跑不掉，他就马上就可以交一招，交一招挖出去啊！对呀、挖，哎呦，还真是就挖出去了。这棋它本形是这个，对，这样肯定是干净。他对这个不满意，人家靠这个他难受。你只能立，这个地方只能立。你长这个形也不好，被搬一点是吗？哦，加这个，你加，你只有立。如果是这样呢，他认为这个子在这儿好一点，他是这样想的。好，我们看他的啊，李哲走这个范平玉就给他跑出来，马上交一交手筋。对，但这个李哲不是没看见，他是故意的。然后白棋挖一个，他在顺势长出去，然后冲，你再贴，他在顺势长出去，然后我再冲，再冲。这回是不是黑棋稍微会觉得有点麻烦呢？不麻烦，他是故意的，他就跳，他顺便跳这个，跳吗？47，没有，不是跳，这是9，哦，他弯弯绕，这个，这个地方我反正不相信李哲是看错了，不是没，哎，不是没看见，这个也很大，他就可能当成弃子了。哇，那王老师您有点太大方。不，这个大，我觉得这边我这个是先手，黑棋现在这个是先手。啊，这有长，因为这长了拐，对。所以他这个也连回来了，这个外边也变厚了。那我这再加一手，我觉得还是很有气魄，这不是李哲下错了，你加一刀你怎么加，主要是。那么。小范是认为走这个可以吃，但是待会儿他适应手的时候，这个很讨厌。对，还考验白棋。这个你吃的很不干净哈。行，不走了。对，先煎一个，先把这个撑大，总不能缩回去。果然到这儿来了吧？挥师北上，是吧？对。47。这个肯定不能让王老师如意的这样压住。他不是压，这个、肯定他是长。啊，他是长，因为现在这个压的话，它又挖棋活得太舒服了，你这外势作用不大。它长，它揪着你这一块，纠结着你这一块，顺便往中央去，最好是这一带增加一些棋子啊。对啊，然后这自然而然连一手棋都不发了，就不发就全部围上了。对。但是现代棋啊，它的讽刺和幽默在哪儿呢？你是。这万里长城中间修起来了，四面合围都围好了，人家说。然后我一扔，你来吃吧。能不能吃得到？大模样它的一个难堪是怎么成因？就是你规模围得很大，周围也很漂亮哈、但是它中间啊，中间地带你没法补，永远没法补。你只要补一招，刚才就左右都是拆二拆三，就重复了。那么正因为你不补，你拆了5，拆了7，拆了8，人家随便上边扔一个，你怎么吃？你比方说在教学的时候，老师可以对学生说，不能下这个，这个进去人家把你吃了，这个都吃不着啊，我还下什么围棋啊？他就这样说。对、但实战当中，人家说是我下不过你，围成空我输了，那我扔一个试试吧。对，我就扔一个，你就吃不着吧。其实挺考验人的。不过这个小范肯定不能让李哲这么得意。对，他就跳出来50，下边一道棋有点犹豫，李哲选择了这个哈。这棋走了之后还不好意思挡，我觉得还是要走，那我就上面顶一下。这个顶是后手了，这个顶现在是后手。那我想不想让黑棋再走啊？再走过来的话，这有点大。不太清楚啊，我觉得走完这个，如果人家不走，那就应该立刻下去。现在再跟着走的话呢，如果你再被人家拉回去，这个就我就看不清楚了啊。哇，进去了，小范进去了。这个行，现在这个棋啊，从此就扑朔迷离了啊。对啊，要说逻辑啊，白棋全都是这俩、这一个，然后这个地方会不会还有一些先手？不不对，黑棋肯定还有一些先手。那我就感觉，好撞，那么白棋挺薄的，白棋长，黑棋立，但这个棋啊，莫非要弃了又拖？56拖，对，小范这个下法呢是想缩小棋盘。他认为呢，在实地上呢，应该是白棋有所得，但不是太好啊。不是说白棋就赢多了，将来人家走这个还不清楚。只不过黑棋要活呢，活的也不是很好，白棋外边铁厚了也不好，所以白棋实控应该是略有领先。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这个是想缩小棋盘的下法。如果不是这样呢，你就大大方方的飞就完了。对啊，如果把它空都掏了，黑棋的空还真看不着。对对，小范想的是你要搬呢，他就断、断啊，对断啊，不是的退，用扭断的方式来要活这边。你可以打吃下去，他把这个活了，活了，脚上当然也损了，但是呢，他就缩小了棋盘。李哲呢，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就从这儿搬这个，这搬断白棋断掉了，然后吃。
吃，就要吃，下力把它挡住。好，白棋呢，照单全收，就要吃，吃一下，先制造一个断点，再吃回去。64，黑棋65，再一猜，然后白棋再脱先了，脱先补，不是说这有味道吗？对，我先把这个补了。那现在王老师，您这个拆一我就不怕了。现在拆一你就不怕了，对，现拆一它煎一个就行了。对。功数怎么样呢？哇，这个简直汪洋大海，这个要数不，我以为是浪费时间啊。就是我觉得这黑棋控到底围到哪儿才能赢？不是说经常说，就是如果成大模样啊，首先要判断，判断白棋要判断我削到哪儿我可以赢，黑棋呢判断我围到哪儿可以赢。我说这个时候挺重要的，挺重要，非常非常重要。这个棋非常的感觉呢要升围啊。他没有一目了然的违法，我觉得也是感觉啊，感觉黑棋要下棋呢还是必须牵着白棋走。现在小范补了一个，还让白棋帮忙，那我想一定得挡。对，这个要挡，我觉得要挡啊。或者是呢就局部而言呢，什么时候这个扳是一个不错的棋，借力的时候。我就对，你现在好像不敢跳。你不敢跳吧，他冲这个怎么办？我怕他冲，对，我不敢跳。你搬这个摸飞只能哇，这个对，这形状太难看，我肯定走。这人家待会儿还是可以这个，还是要走这个。对，但是他断这个不能走那么难看。行，如果走这个，就是想当初就是在我们学习那时候，肯定被李老师这个一个棋子就扔到脑上了。先不说了，看他们的吧啊，这个太复杂了。65、66，黑棋67，李哲，李哲同志，他怎么还能借劲儿行棋呢？啊，尖，哎，这个地方算是下后了，不然待会儿人家顶他一个鼻子。这是先手，跟着补。对，然后脚上有没有问一手？这个地方脚上全部成空也是不小的，67、68，李哲下一招69压。啊。这个压呢，现在当然下一招大概这一线应该可以合围了，差不多了啊，或者是贴到这儿也行，贴一下再一尖，对，看着差不多都要姓黑了，要姓黑了。陈一，你说你这个棋差不多要姓黑了啊？是，一这都是黑棋。你碰上一个二愣子，他是这个呢？那好，我想说我在外面再走一个。哇，这个也不太清楚哎，你走这个他就给你一下，你比方说你跳，是吧？他就给你一下，反正他一招一招走嘛。对，就这么粘，这还能活呀？我再一尖嘛，你再一长哈，我再一走这个嘛，这棋就死了吗？是，不一定死。但是活起来很辛苦哈。我只不过想以此来说一个，就是说，在围棋盘上一个现在不仅仅是我们，你和我说不清楚，我们的棋友可能说不清楚，好多大高手也说不清楚，就是。黑棋那么多模样，那么多褶皱，这块棋能吃吗？能吃吗？说不清楚。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围棋的广大，主要是这个啊。行，我们来看，由此还可以说，就是说在围棋盘上，为什么大模样作战后来的推行啊，这个风格有问题？除了武功正术一直坚持之外，别的人后来者尝试的人为什么？这个尝试者寥寥啊，没有什么人敢问，就是因为大模样它的这个操作难度太高，吃棋太难。如果模样的幅度小了，这不叫模样，这叫实地。如果你的幅度大了，那么你能不能吃掉人家？这个操作难度太高。好，我们看69压，白棋70，这些都是正常的下法。跳，黑棋71蹦，哎呀，这个地方是难言之隐啊，这个棋。我还是倾向于啊，李哲这个不要压，这个有点空，还是一刀切下去把这个切了。好，先把实惠拿到手，拿到手中间飘，你随便飘。哎，你比方一切，如果你现在要走这个的话，我这个就是随便说了啊，就没准了，刺一个，看你要不要。如果你要，我再并过来，看你补不补，是吧？你又不愿意贴着补，你也走这个再飘过去，用这样的方式来看是不是？啊，这样这又有边又有空啊。不一定，但不一定，不一定对。要我去下这个棋，一会儿就是下哪边竖哪边。行，看他们的这个地方呢，这个压我感觉这个步调啊有点问题。七十，71，定，
这个有点难受，因为他这个地方还死而不僵呢。然后他又撞一个白棋七十二撞，哎，这个小范还是挺鬼的。现在撞你，你要走这个，待会儿就、这一定的时候又加你，啊，所以李哲一定要搬，搬一搬他就他断了，哎，他就正好借着力了断，是不是好呢？李哲当然是一巴掌先抡，对，李长，我觉得他肯定要接、或者是顶，顶。然后再回去、对，你如果要走这个的话，李哲火了，肯定得吃了，对，就这样连骨头带肉把这边吃掉，你把这个薅掉，他再把这个吃掉，是吧？最主要这里边灯你加个钉可能差不多了，这又变成一个问题，但是他一刺再一飞，这里头又是什么？这个是现代棋啊，我们随便调侃，因为你走这个呢有点不干净，走这个呢你嫌吃的小了，对，就是由此呢也给我们大家呢做一个提示啊，我们下棋的时候经常呢思路是停留在这块棋是死的还是活的，是吧？对，具有相当棋力的棋友会这样看待这个问题，那么我这个棋我不走我气了我就死了啊、希望各位以后有机会棋势许可的话，你把这个问题再纵深一步，我死了我气了他怎么吃，他怎么吃，或者你换位思考，你站在他的立场，像这个棋啊，脚上这个子白棋可以吃了，他怎么吃？经常啊，这个怎么吃这个问题啊，就让好多高手啊抓耳挠腮，就是可以吃了，你换一招棋就吃了，你吃这个最稳，对、什么变化都没有，吃小了又不肯，他下一步哎，问你怎么吃，小了又不肯，大了又变化又看不清，对呀、他不安全，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问题突然超越了我们刚才说的第一阶段的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他是死的还是活的，超越了这个基本的东西，那不是味道就更多了吗？是吧？你看这个棋啊，你比如你说吃这个小了，待会儿他官子一尖的时候，我还不知道硬不硬，一挡一飞、所以你干脆这个又不行，这个显然味道不干净，所以你干脆走在这儿，走在这儿呢，人家这儿跳，你怎么吃？是不是？然后再飞。对啊，这一尖一尖好像。那这里头是什么？立刻又开始做死实战的死活，晕头转向。对，很费劲、这边也够呛啊，这边被人家在那边尖一个一尖一坐，这里头是什么？是啊，不一定活啊，但是我就说它是什么、这里边好复杂。对，所以我们说要把围棋下得那么好是千难万难啊。行，不说了啊，这些都是我以为可能还比较有趣，是不是啊？我们光说这招好那招不好，最后他赢了他输了，这个介绍围棋是不是差一点？行，就这个意思啊。打吃尖一顶，那么这个小范要虎出去，算是要补出去，不能再。那么黑棋第一时间先让你来一个草帽再说，七十九八十，但是这个头要是被白棋扬长而去的话，这个有点麻烦，是不是啊？所以黑棋下一招是必然的，一定要飞正，八十一下得漂亮，白棋冲试探应手，挡黑棋挡上。他觉得这个形状黑棋有点不好，他给他断。他这个棋从断出身，断完了之后呢，影响着这一代黑棋的味道，牵制的这两个字。那么将来他这个拉回来，或者是有可能有先手味道，有可能有先手。这个断啊，这个黑棋要抬杠呢，好像可以说白棋是后手，是后手。但是虽然是后手，您怎么补这个味道都不是太好。我的感觉呢？是黑棋好像只好跳，或者呢追求一下是吃这个，对，吃了再跳再跳，但你吃这一瞬间他又不理你了，将来比方说他把这个拉回来，你想看着这个冲再冲，冲断没有了，因为他已经先断着了，是吧？如果你没有断着呢，他这个是有的，待会儿你要反断他的时候，他说我就下这个，就吼这个，而现在他断他，你要走这个吗？你不会走这个，走不出来，走不出来吧？他走这个了，哎，这个你味道坏得一塌糊涂。行，我们大家知道一招一式它背后的所以然，知道一点啊，总是有好处的。那么他打吃，是打吃是吧？对，打吃。然后他把这个贴回来，他贴出来，因为你这个冲断没了，他有一个长，他也贴出来，八十五、八十六，黑棋八十七，这个地方总是要补一个的，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这个从这边点一个，点一个，惦记的这个地方，干脆来这个吧，
有这个段的味道，嗯，是不是啊？还是想让白棋在里边收起，收回去。那你这儿有一些味道，我这个阻断了你的归路，你走这个是吧？他待会儿尖这个，你这块棋没活，所以这个棋简直太困难，我觉得。陈英，你觉得呢？那你来下怎么样？我都下不好，都下不好。27，他长出来。88长是硬手的，黑棋不理了。29、90、91，哦，果然来这个段。哦，真来这个。嗯。那这个没得说，只能下这个了。对，92、93，只有按棋形走。嗯。这个棋往棋形走的，它的支持它的基础是什么呢？长气。因为要跟下边杀气了，所以长气，同时呢越到他的空里去。对，那我觉得这个买卖好像黑棋要赔呀、啊。要赔，是啊，这个都把空进了。但是他这一线有这个地方黑棋也差着棋呢。对，他这有坚持，哗啦啦可以竖下来，他可能会把这些，看能不能吃掉，不知道啊。95、90、95次，这很精彩啊。我觉得这样的格局啊。在过去曾经过去那种棋是很难出现的、嗯、就是由于现在思想自由，所以它什么都是浮云嘛，什么都可以下什么都能弃、啊、什么都能弃，什么都能要，然后就变得非常那个。过去呢有些点呢相对说来它是有盘上的法治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嗯，这个法治观念就是哎呦这个棋当时的水准认为就只能下这个，是吧？对，还有一种什么道德观念呢？这样的棋不能下的，这样棋下上去有人家旁边人看着说我，所以过去我们下棋啊有一个现象，现在年轻人没有了。哎，这个是个细节层面、嗯、就是过去我们下棋的时候，对手下了一招棋的时候啊，比赛的现场虽然很严肃，可能这一边会噗嗤一声就笑出来，一下就要笑出来，然后赶快堵住啊。过去就会因为人家下一招棋，他真的就觉得忍俊不禁啊，要笑、嗯、现在没有了，因为现在年轻人他很自由，他认为任何棋都不可笑，都是有可能的，凡事皆有可能。嗯，像我自己过去下去经常笑，经常噗嗤一声就把。您经常笑对手的棋啊？不，他反正让我意外。但是我是这个棋差输的多，但是你不能阻碍我笑的权利吧？我笑总是可以的，但现在不会有人笑，嗯，不会有人笑的。好，那如果是想，那刚才的这些棋得多少手让王源老师噗嗤就笑出来？不一定噗嗤笑，但我肯定说，嗯，就瞠目结舌，会有这种感觉。现在他们的棋经常让我有，或者说哎呀茅塞顿开，哦，醍醐灌顶，就这些东西经常有。好，我们看下一张李哲点，原来他不仅仅是顶，他点他是整个的对你这一块，哎，有看看白棋到底是怎么来，这个很难下，他是冲，那么小范是冲，对，冲，它的语言就是聚焦。那我这个是不是，这不是已经可以竖下来了吗？他就走这个了，他就走这个。好，他就走这个。就这个。那么接下来，如果你要这两个所谓的棋精，它就是这个。你再一走，他、啊、一立，再一走，再一加，你还得吃。对、啊，这全都收紧了。然后脚上他33一扎钉，他把这个吃掉了。对，这两个不是棋精，不能要，不能要，这是毒药。99。白棋呢拐，哇拐，好呀，你看沧海桑田啊，现在的棋我已经、啊、我下这个棋已经没有功夫噗嗤一声笑出来了，对，我简直是刚才目瞪口呆笑。对啊，始终都说这个阴天下雨，现在天晴了，对，这个东边日出西边雨啊、嗯、现在是东边日出了。100、101，哎呦这招棋下得好难受，李哲补了啊、但这招棋补呢我有点意见啊，我觉得照着这个节奏来说黑棋应该不理了，有没有功夫走这个不知道。嗯，这个地方我好像是不是能吃掉，要吃掉不要了，不要了，你现在要冲是不是、啊、对，你要冲我就走这个，我不行我不冲，你断，对，我你断我就吃，然后就吃这样，你吃我就接，你接我就接，对，行，好，你这块进去了，我这外边是犀利那个花拉，嗯，但是呢你这一块又进去了，那我这个地方是不是得割肉啊，我先拐，不知道啊，所以看你先走哪一个，我先把这个拐回来再说，对，我先拐，一拐我挡了，然后再吃，你吃我就不要了，我切这个，我就先手把这个味道走好了，你要吃的话我先手把这个味道走好了，嗯，啊，我就觉得从心情上来说应该是这个，就我走这儿你居然不理我，我这个太没面子了，太没尊严了，那为了证明我刚才那个对了，我接着走，哎，然后这个地方恰恰有点味道，我走这个就是看你是先走哪一边、嗯、
行，我们看实战，因为这个还有一个走太难受，这边就有点不舒服。103，这会儿他不能理了，这个他断然不理了。102，103，哎呦，李哲怎么走这个？哇，这招棋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我觉得有点意见啊，还是要走这个，一走这个人家不理了，人家在搬，这招棋不知所云。这回安心了。对啊，不理了嘛，他这方是难受，被人家一提你走哪个都难受，但是你不理他不就不难受了吗？他一提我又不理了，是吧？他走这个，他惦记着把这个尖出去，主要是。那现在那就103，对，103，果然现在他就果然他把这尖，他要连骨头带肉全吃，他够黑的，人家有没有这个？他够黑的，这个可以 有吗？可以有。可以，你吃它就尝、啊。这个，然后我你接它外边包打，这个刚才就有一盘梅花六，这盘又还有梅花六。行，看他们的吧，小范拐，这个李哲，这个当然要尝。这个拐是刚才我想拐的哈，想抡出来的。哦，您的这个来了。来了啊，果然。您的这个来了。啊、果然呐、啊。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吧。在能够这个。分析的时候分析一下，现在这个已经很难分析了，很乱了，很乱，叫吃、然后尝出来、然后也只好粘上111，对，白棋112，它这个地方，哦，它这个可以分析一下，提又不活，哎，提人家最抬杠的是你后手死，但是算了，还是这样吧，是不是啊？还真有可能不活，别看他提了两个。哎呀，但是也不容易死，他叫吃焊接，你一补他一接，哦，也不一定活。究竟是死还是活？还是活呢？这个棋太讨厌，他走这个，走这个。那您一直演呀、啊？一直演，一直演活吗？这也不一定活，也不一定死啊。看不清哈、啊，算了。他没打，小范没打，对，不吃了，他冲过来，冲过来，清楚，要把这个冲出去。113，当然黑棋必须要冲出去，白棋114连根焊接，这个太重要了。再长115再长，这下又把上边又吃进去了。但是很遗憾，刚才李哲看来拐的时候，这个应该不长。吃进去了吗？我这一提呢？您贴回来，我这有没有这点了？他接上，他接上，这没东西吧？没东西，吃了，没东西。我总看着这棋很精彩啊！这里边没毛病吗？您提的走这个，我扎一下。这还有个结呢。对，我就说就是是不是要撑着这个结？这有没有冲啊？不知道。全世界都是巨大无比的棋。我觉得得看看。三。啊，对，他就提了。113。114、115、116提，对，他就提了，先看看您怎么连。117，哎，他又打劫，因为这个也是个劫嘛，说到底。哎，您走这个。他就是走的这个。我现在就在想，我有没有可能性走这边呢？118就走这个，小范就走的这个。让他吃这个。对，这个棋啊，李哲这个，我觉得补这个是非常想走的一招哎。补这个固然现在走这个。我就特别想走这个，走这个他提劫嘛，大不了是个劫啊，因为这个劫你把它想开嘛，你走这个，就算我这个劫打输了，哦，现在您这个连后了，我就走这个。走这个对啊，你就算打赢了，哦，你要薅起来啊，对，薅起来不一样，这样就打劫嘛。不知道不知道，算了，看他们的吧。这个太大了，这个非常想走，黑棋走了，加上下一步这个是先手，你这块棋不要说我走一招棋。你没活，我让你走，你是怎么进活的？我不清楚啊。那应该能吧？你怎么进活的？我不清楚啊，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非常大。那么李哲呢？现在去找这个劫。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劫。哇，这个太大，这个太酷了。118，黑棋119，当然只好要吃这个。白棋120，先把这个接上。黑棋再一看呢，121，哎呦，没得走了，提劫是吧？提劫，对。提劫121。白棋我去哪儿找劫？122冲，哎呦，这样好像这个棋要输了，好像要输了，为什么呢？对，现在我总会发现，他可以数控了。一会儿走完之后，黑棋是不是要去忙活眼去了？这个太精彩了！122，黑棋123，李哲到哪里去了？又去哪儿走了一手，交换了？是不是粘劫了？
不让张杰要走也是走这个，或者是兼这个。没有张杰、啊、就是兼这个幺二三，他就把这个结解消了，同时呢准备下一招把这三个子接上，是吧？对，幺二三白棋幺二四，干脆小范直接把这个冲过来，就是说待会儿啊我一提劫是您这一大块全部在里头，这个棋有点麻烦，就是觉得挺危险的。这个很危险，这个黑棋危险。对、啊、我觉得李哲的这招棋有问题，很像败招，很像。对，刚才这个就不要走，是不是他根本就没棋下了？他接上有棋下，让他粘上。六黑棋幺二七，这个当然要粘上，必须的。我又棋幺二八棋九，现在全进去了，全进去了。黑棋幺二九，叫吃。这是但是黑棋也在编织着一个理想，对。这是劫吗？不是劫，你走啊，你走啊。粘上。你粘上啊，同志哥。这是不是全都？没有，他接上就行了。你在里头呢。你的气也不够，他有这个吃，还有这个接，就是说粘上，我要不走的话，您就活了，对吗？对，那就是说我还得破眼。我粘上，你还得挤这个，那我一收气，一二三，四五，对，哦，气也不够，那可能不能，那就走这个吧。还有，你这个千万不要上当，你走这个稍微走了一些什么，待会儿他把这个一提啊，嗯，这个三三一点，你这个脚程全不要死，这一提待会儿就挡下来，连骨头带肉，这儿全是空。这个受不了。那我这样，我先手吃，我先手 吃，您提吗？提，我再吃，我这儿有先手吃。接上。对，那我再立。你再立，这可以。你再立可以。他这个接呢？你这几个要死。他接上，你这个人家叫吃先手啊，接上。接上。你撞气了。哇、哦，你这个气后手死了。哈哈藏不了气啊，因为他已经藏了这个、哦、粘了这个了。我粘上我可以吃。对，我怎么走？ 你没有气，煤气公司，这个地方叫煤气公司。好好好，看他们的这个棋非常灿烂啊，非常或者说五彩缤纷吧，叫吃。看他怎么下，他就下力、哦、他就立，这个太大，这个不要上当，你提就提吧，都是朋友。他再挖一个、哦、等一下，这个是对幺二九幺三零幺三一提劫幺三二幺三三，这个不能挡哦，对，是吧？为什么呢？你挡他吃提，提了然后他吃接挤，没气了是吗？又是没气，你提嘛，他吃，这只有这样必须接啊，他在挤，跟刚才不一样，挤，你接可以活。但是后手他先手把这个提了，所以你必须提这个，提这个他把这个提了，待会儿就开始摇橹了、嗯、划船对对对摇橹进，但刚才就只能做这个、嗯、这不行。好，看他们的啊，最后一点，看他们的这个非常年轻人的棋啊，非常的那个要非常的精彩，接上粘上，那么白棋把这个穿过来，这个巨大，这一穿过来感觉好像是凶多吉少吧，黑棋凶多吉少，黑棋只能下这个了，只能下这个。白棋幺三六要看清楚这块棋活了没有，破眼得这个吃掉，活了。现在的大战呢，等于是黑棋刚才那个大模样从这一线算是围住了陈毅、嗯、是吧？但这还有个小头呢，这还有个小头好像围住了，但是下边呢全部白棋吃得干干净净，这个地方剩下巨大的关子，右边白棋活透了，要数控。对啊，我怎么觉得这个好像是几经转折，然后我黑的，然后呢突然间我觉得好像是白的了、嗯、它现在又变成黑的了。对，这个他们下这个棋呢叫其乐无穷，下得非常高兴，嗯，就虽然很用心哈、啊、也很高兴。还是要重复一下，确实感谢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大概这个感谢要从李世石和古励开始。他们这个棋啊就是不拘一格啊、随意挥洒，正因为如此啊，我们经常可以这个防不胜防，看到一些见所未见的很多很多的格局。哎，李哲当然也在感谢之列，他可以下出非常变化多端的潇洒的、哎、就是从我觉得刚才的这个最开始的布局，这个、嗯、这个，然后就这么一直飘下去，飘下去飘，嗯，飘啊飘，现在我们接着飘幺三六，然后冲幺三七，现在好像有点飘不起来，要沉了，这个棋要输了，嗯，还得补啊，你不补、嗯、
这个行不行啊？算了，就这个最简单。对，这个已经让黑棋挺难受的了，已经挡不住。如果你要挡，要靠这个吧？靠这个。靠这个，他就走。你加他一接，你再一走，他这一端再一冲一立再一扳，哎呀，这个收瓜一塌糊涂，是吧？这摆给大家看看啊。加。对，然后这粘一下。你一走，他再一蹲，等于一冲一蹲是一样的。你一走，你这个走这个，哦。白鹤亮翅，先来一下，或者是他冲也行，是吧？冲力，无论你走什么，这个也是做就攻子而言巨大，这一扳你还得补。这个要算目很吓人，得先手，我估计是12-3目，后手24目，等于这么大一块空。对呀，比这一个角都大。对，这个太大了。那么现在。不得已他是来搬这个是吧？对，搬一个。这一搬，如果你随手一挡他便宜了，你没有这个蹲。然后您再看看我这个 太贵了，这个小范太贵了。这小孩下得好，挺好的，很好，就是让李哲啊他们这些更年轻一点的，包括周瑞阳啊，更年轻一点的陀嘉熙啊，他自己立足未稳，后边的15-16岁的孩子，对啊，追兵又来，哗啦啦又拥上来，这样大家你追我赶，所以中国这个职业围棋确实是形势太好。然后这个地方是不是要考考大家怎么活、啊？没有，这接是先手啊，对呀、啊，所以怎么着都活了。然后我就爬一下，你爬他接先手一肩就活了，哦，你考考大家了，对呀、啊，考考大家，对，可不能跟着我挡。你考考大家，究竟是泛指那个大家呢，还是水平非常高的这个大家？那肯定不能。好好好，我们一边聊棋一边调侃啊，叫吃。好，粘上。那这是先手啊，这受不了，这个受不了。顿时觉得好大好大。这期输了，这期好像输了。哎，我们来数数空啊，说了半天输赢，最后还有一点、啊。这个是不是你得先让我把这俩跑了？您得让我把这两个子儿给跑了。嗯、这俩子儿不跑的话，都算您的，我可不干。14、14、14、5、14、6，他不走了。然后我一走。14-7挡住。这样就算我活了吧。数空，对。嗯、然后这个最后摆两招吧。14-8，搬。黑棋14-9都送。哎呦，这个痛苦，这个是读秒。很好，我觉得通过今天这盘棋呢，让李哲啊下完之后回家，回到北京，又要开始勤学苦练好好。对，又要好好想一想。我知道这个年轻人现在啊追得很厉害呀、啊。151、152，这样他153可以挡住。你这教室他提的是教室，这要说哇，这个太大，感觉怎么大了？这个关子真的我受不了。我已经觉得听出来，这个王老师这已经在心疼我，这太大了。你看他走这个。你不挡他爬过来了，给你渗透不少了、嗯。如果他是舒淇的话，他走这个。那一会儿还要搬一个考验一下。是啊，有啊，可不是有吗？你说这个有多大？搞得不好，你因为赢了，你还要立他这个是先手12目。太大，这一飞输了，数数空吧。数数空。啊，最后还有两招就完了。嗯，是不多了，然后他155靠住。这又被人家搬进来了。这个小范很厉害，因为这还有个冲断呢。嗯，这个其实。这个李哲也在想，我在最后的考考你。哎，考考你，158，159，白棋干脆不理。160，啊，这是先手，这要冲断。160，冲一个。162，哇，163，哎，163，哎，考考大家。哇，这个棋你考我哎。我在想，哎，考考大家，这个怎么活？164，对，这个应该这样考。嗯。白棋下的这一招呢就没有了，下完了。那么这个是怎么个考验的？如果大飞，对，如果爬，缩小眼位、哦，最后给大家调侃一下啊。对，那如果挡嘛最简单了，还是挡就活了。对，那爬也简单。如果缩小眼位，你爬也简单，挡这一挡这个眼破不了。对，那我这一大飞就不简单了吗？白鹤亮翅啊，他走这个，这个实在是他有点完全不会之感，很吃，但是也要摆给大家看啊。你一不小心一块棋走死了，那也不行啊。这个很重要，一扑，这个一定要扑，一提。当然这些锦囊棋是可以跳的哈、啊、嗯，但是跳呢脚上没有眼，关键还是要看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对，1、2、3、4、5，只有6口气，哎成一，哦他这可以成七口气、嗯、这还有哦，对、嗯、好像感觉这样一哈你有点头疼吧。这一下你这个好像黑棋已经
无法抵抗了。无法，其实他不用这个也行，就吃这个也行。对，一冲又来一大杯。对，他用这个大杯管用，因为他这可以长气嘛。对。所以呢，很遗憾，这个地方只要被他一扑到，这个眼位不够。嗯。好像不扑到一点的眼位也不够。也危险。这个主要是这块没活。对，所以说当这一尖的时候，已经放弃考验了。对，李哲就认输了。但是我觉得呢，李哲是非常优秀的棋手，我们大家都知道，像这样的棋输掉对他有好处的。嗯，哎，有好处。越是优秀的棋手，越在节骨眼上输一盘棋，对将来的成长越有好处，是吧？棋呢都很精彩，在中盘阶段让我们眼花缭乱。我觉得刚才说了，如果是要说黑棋的败招，有可能这个是一个。对，我觉得这个布局太大，脱离或者是最早这个拐过来很好，是吧？对，哎，是非常好的一盘棋啊。是啊，我觉得小范是又立功了，因为之前呢，大家都觉得爱慕先生队可能是降级热门，但是呢，小范这么出色的成绩，现在这盘棋下完之后是8-3，八胜三负，对。上上轮的时候，米玉婷是9连胜。对，他们两个15岁的孩子啊，我觉得都是在比翼双飞吧。因为上一轮呢，范廷钰赢了古力，他们都很厉害，太厉害了，太厉害，太好了。行，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到这儿哈。希望下一次有机会，我们还是在这个咱们天娱频道这个介绍经理手机杯围甲联赛的赛场上，能给大家大侃这个年轻的娃娃兵他们的状况。好，太有意思了。好，那就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再见。